他在你的腹中日增夜长，会吸光你所有的灵力和精血，以你现在的状态不足以维持其中的平衡。不过姐姐，你先休息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先走了。大尊。上去很管用，辛苦你这么费心。哟，这么客气呢，真虚伪。药浴神效，再加上我的灵力灌注，虽然不能根治，但至少可以稳定他现在的状况。看到你不用再那么担心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我想去喝酒，一起。好，走。哎哎，走。姐姐，你身子还没好，来这儿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有点怀念日出日落。你该不会又想他了吧？我只是不懂，爱一个人那么痛苦，如今千机落消散，不爱一个人也令我痛苦。姐姐，你灵力还没有恢复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先睡会儿吧。其实颜月并没有成亲，那只是幻术。不能有任何打扰，如有敌袭，誓死守卫。是。两个忙才帮了一会儿，肉都被你们偷吃了一半。我们这是帮魏之尝的，魏之这么大的喜事，这顿饭非常重要，帮他尝一下，对吧？再说了，我们才刚来的魔界，就被你拉来做长工，还没去见他一眼呢，吃你几块肉怎么啦？就是，过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呢。哎，别。花荣要魔族去帮忙融合的，你是魔族吗？你去了之后就像个木头一样杵在那，有什么用啊？不是，
我杵在那儿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魔族大尊才是没用的。他现在所有的灵力都传给了花荣，然后让花荣跟未知相融合，现在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。我过去能帮忙的。总而言之，一个是天上的神君，一个是魔界至尊。如今有这两个男人在，你去了也没用，赶紧回去做长工去吧。